我告诉你样东西啊，你知呢啲什么？呢啲就、我刚刚买的番茄楼，哇，我好喜欢，我家人都好喜欢番茄楼的，为什么？如果番茄楼呢，有啲番茄楼啊，他买回来他比较硬，很硬，因为你可能不小心买到硬啦。如果我想它软呢，也可以。咁啊，首先哇，呢啲蛮软，我觉得。但系如果有啲很轻嘅，蛮很硬很硬嘅，你用呢个方法。咁啊，拿一个袋，拿呢个袋啊，咁啊，将个番茄楼啊，呢个袋就刚刚套一个啫，没关系。嗯，咁我套大概呢个可以套两个，因为喺袋嚼。就是用呢个方法，完全啊呢啲袋咧，完全封埋了，冇其他有个小洞啦。我这样将单包的番茄楼，它可以令到那番茄楼呢，很软的，很软的啊，不会硬硬的。如果你买回来生呢，它比较吃起来很脆，吃起来卜卜脆的。你放了有两天啦，它吃起来番茄楼卜卜脆。如果你想继续放多两三天，它会变软的。哇、哦，真的很好吃的，好像你没有牙齿都可以吃的，就是用这个方法了。OK， 那我现在将它养好了，那我现在将它也是放在里面。我刚才就买了很多东西啊，塞得满了啊，就把封住了，完全将封住了。OK， 就是用这个方法，因为不可以不将垃圾袋，因为可能用那个袋封住它的水分。令到它里面松脆还有软的，你放得久一点，你看它有没有烂掉了，没有烂掉呢，它那番茄楼放多两三天四天，它会软软的，真的很好吃，很甜的。 OK， 就是这次到这里了。 OK， 拜拜。